我觉得这件事故意安排的，也有可能是肖顺尧自己故意安排的。他把我们整季《追光吧哥哥》最性感的表演啊，留到了最后，是吧？没有，没有，是这样。我在这个舞台上，其实，哎呀，我太幸运了。我唱过 rap， 我也唱了摇滚，我也跳了现代舞，我还参加了那么多团秀。我觉得在最后一个舞台，我希望做一些我可能以后不会涉及的。我想问你们有被瑶瑶给撩到吗？我想替瑶瑶说两句啊，因为她其实，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有一些严肃，但是其实她在生活当中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可爱，然后还会害羞，然后就是呆萌呆萌的，就是各种爱，是不是？是我们的宝藏男孩吗？投票，谢谢。投票，投进